注意到这边。好，今天巨蚊进去那边，来了30多斤，差不多咱这测了它的38斤很多的，这猪血，过来给它倒在这里，长龙坑这边，哦，累死了，这是一个很有棒的坑了。好，走了走了，回去了，过两天过来给它盘了再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，我今天又出来盘坑了，然后又来到这长龙坑这边，这个，差不多十几天没过来了，啊，前天在这边下了差不多30多斤猪血吧，啊，今天过来准备给它盘一下，反正期待收获多多吧。啊，这坑是来自奸细的一个朋友万千珍包的，那我们直接开盘吧，话不多说。来来来，超不住了，门不抽了，给它关掉，开抓吧。哦，太热了，今天哇、哦，看到货了，哇、哦，那底下，是，哇、哦，金箍啊，嘿，还有，哇、哦，真是大，哇、哦，看这么大的金箍，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。哇，这么大的，最独门户哦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，给他揍了去，来到我土里去游，对，慢慢游，挺好玩的哦。来来，这边找货去。嘿，我不跟你玩了，直接给我起来。哇，这是怎么给力？大鲨鱼，可以，给他揍了。哇，这是差不多有个一斤吧，一斤应该是有的。我看到还有一只，跑到哪里去？不见了，我就先抓十几公。哇，这边，哇，这个十几公漂亮，可以，给它抓了线，抓了线，这边来再进桶吧。刚才明明还有一只呢，跑到哪里去啊？嘿。哦，真是可以呀、啊！我转圈圈，开始转圈圈。哦，真是大，这只应该有一斤多，应该是有的，可以吧？给你不？赞！哦，哎，这边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自己弓啊！哇，这自己弓就自己弓漂亮吧？给它抓了，不管。现在还好像还有，我还摸了挺多的。哎，又一只。哦，还有，这边也是。站货，还有，哎，后面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这边抓了，后面直接嘴往里面灌，难怪，有动静。我不敢过去，他嘴巴对着我，哇，这个感觉好长啊！看，这嘴巴一张一张的，对吧？我旁边，你别过来，我抓十几公不抓你，哦，不抓你，大轩给你放针了，不抓你，我不抓你头啊，我要抓你尾巴，尾巴在这边，我看到了，哇，这条好长啊，看，哇、哦，最起码1.5米，哇、哦，转。开始抓，进土，哇，这条可以，葫芦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，我得慢点，我抓到你了，你跑不了，哇，这只猪就更大，可以，哎，跑什么跑？啊，跟大拳龙一样，这是大拳家里有兵，对，跟大拳回家。大神家里有冰，然后万先生家里有热水，拿回去给他冰一下，然后万先生拿回去再给他洗个热水澡就可以了。上货，认真的给他找一遍，十几公一次。感觉也没货了，那我们不少了，去看周货吧。今天周货还可以，值不值钱我不知道。反正这巨无霸、巨毒海货，第一次抓到这么大的，可以
那我们看中后续吧。这条呼伦差不多有一斤吧，一斤的话八只快到手了。反正，然后猫扎这两条应该有两斤几吧，啊，也可以吃个几百块。然后这次吃个百来块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总共加起来加了门槛有没有赚？我个人觉得是赚的。哦，今天呼伦一条，然后两只。哦，大鲨鱼，哇，可以啊！啊，还有一次，这剧毒猛虎够大吧？哇、哦，我第一次抓到这么大的，别，然后还有十九公，差不多有一斤吧，应该是有，加起来可以卖个大几百吧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就直接赶紧拿回去给他处理一下，我给他冷冻一下，然后到时候万先生拿回去给他。几个乐局长，好，感谢家人们对大全的支持，还有万先生，感谢你对大全的支持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啊，喜欢大全的，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